但我们现在要先公布的是可以替换上来的鬼牌是谁。之前鬼牌已经有选了自己的队伍了，但是我们从今天的替换，不管你原本是选择哪一个队伍，但是导师会决定你要去哪里。Yeah. 好不好？假设你是选梅花的，但我可能要你去黑桃，类似是这样的意思。撇除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蛮公平的，就是对其他鬼牌的选手，像是黑桃嘛，黑桃的选手就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上去，觉得机会更大了一些吧。我觉得我有可能被换到梅花，因为我蛮想装可爱的。Hello, handsome, I gonna make you mine。我都会跳哎，但是还是觉得在黑桃比较好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的内心想法就是不要，我只想去黑桃。好的。有机会到红星队的雨山，恭喜雨山，直接来到舞台上面，先过来，先过来。来，在这边稍等一下，在这边稍等一下啊。这很尴尬，对不对？非常尴尬，现在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也一个超开心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很复杂，就是惊吓多于开心。我本来以为我被换上去我会很开心，但是一看到那边的低气压，轰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就一直不好意思这样。我好想回去黑桃哦，你们都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，因为你已经在黑桃，就你一定是黑桃的一份子，然后你突然要换的别的花色，当然心情上一定要做一些调整，所以他那时候的挣扎我很理解。我的观察很恐怖啦，就是我除了这四团的成员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观察以外，其实平时我都在看鬼牌去人在干嘛，心不在焉的啊，或懒洋洋的啊，感觉好像只是来交朋友的啊，这种我就是会放在问号区，就会想说，哎，不太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。但是雨山跟其中几个人，就是他们真的努力地表现自己。那虽然雨山他选择的是黑桃，但是其实他整个人的状态跟他的风格，其实摆在红星也会蛮适合的。我要公布的是淘汰的人选了。OK， 要淘汰的这位是。星璇，请往前。好，那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？我想要谢谢老师，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舞台上表演，因为就是我也年纪不小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是来参加海选，其实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气，然后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觉得我们烈焰之心很棒。然后我相信这也不是终点，就我还是会在鬼牌区继续努力，然后会再让大家看到我的。谢谢。未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替换之后，就会所有的团员定案，不再有替换制了。但是未来鬼牌。真的是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表演，所以当你下去之后，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发挥，好不好？对，没错，我们这个是没有淘汰的，只是等待。那么现在要请两位，交换衣服。对。好。那雨山把衣服穿上之后呢，回到你的队伍吧，恭喜恭喜雨山。我那时候心里很复杂，就觉得搞什么啊，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还没有就收到所有，可能就突然觉得梦想离你又突然拉了很远，所以就当下还是很难过，就很不争气的哭了这样。因为其实我比较不是看 C 位的那种导师，我会看大家，而且我会就是
趁机就是可以给他们个人做评量嘛，因为毕竟每一次都要替换他们的排位。可是新璇就是我们不是，至少我不是故意看不到他，是真的看不到他，所以也许他也还在摸索阶段的时候，就来不及，就又被换下来了。第三名会被替换一位成员，这个分数呢？加总起来跟第二名只差一分，84分。哦，84分。第三名是血钻石，血钻石，这是差一分，然后我们就垫第三名。其实自己心中会有觉得，啊，好想骂脏话，就可能差很多分还不会那么生气，可是只差一分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第四名其实，就是第四名，大家都醒来在这里。哦，血钻石来到台上了。OK。血钻石上一次经历了三位的替换，没错。然后今天是要替换一位成员。我们先来公布，可以从鬼牌区重新回到团体里面的这位比较特别，因为他是我们 TikTok 人气外卡赛的人气王，他不管是分享数跟按赞数呢，都是最多的。他的总分呢拿到了22743分。我们要恭喜的是廖艺昕，恭喜，请来到小陈旁边。很谢谢大家，然后愿意相信我把票投给我，然后也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就是一直帮我到处推票。虽然那个影片是跟我爸爸有点小丢脸，但是我爸爸还是就是一直推荐给大家，然后很谢谢帮我分享的朋友们，对，然后爱爱心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回来。谢谢。我这边就必须告诉大家，要替换的成员是谁了。这位要从血钻石离开的成员是 Taco。Taco， 请出列。谢谢老师的决定，我也尊重老师的决定。谢谢我的团员们，因为我是里面舞蹈能力最差的，但是大家都很包容我，然后也很耐心地教导我。我觉得我很满足了，然后我觉得能够来到这个节目，然后能够在血钻石里面跟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，是我最开心的事情。Taco 加油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交换团服，对。当时听到我的名字我要被淘汰的时候，我有吓到，但是我也不意外。虽然不够完美，但是我觉得也要给自己鼓励。我觉得我在不擅长事情上我能够这样做，我觉得自己也很勇敢，做一个改变跟突破，就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到多大。那我觉得我自己有做到，那就好。那最后我们做的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很不舍，但是真的很希望这个替换对他是有好的转变，很正向的东西，去等于是一个正向的推动，让他可以更进步。其实我在上台前我真的有一个预感，就是我觉得会是他。我希望用我的念力，因为我知道他会通灵，我想说我跟他手牵在一起，把他一些晦气传到我手上来，这样他可能就是比较不会那么衰，然后我就牵着他上场，但是就真的还是喊到他。我们请梅花团直接来到舞台上面。
好。梅花队的话，因为是最后一名，所以今天是要补上两位，是，分别是梦梦。听到名字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很不真实，就是怎么会？其实当时梅花要淘汰的时候就觉得。就是硬选啊，就是选一个稍微印象比较模糊的人，但是也因为这个替换而记住了他，所以觉得既然梅花要再换回来的话，我应该要换一个旧的成员回去。Doris， 恭喜梦梦还有 Doris。我超惊讶的。然后那时候就开玩笑说，哎，我会不会结果就是梅花？然后旁边那个摄影大哥跟我说你不可能。然后那个时候喊到我的时候说 Doris， 然后就这样，啊，我想说我真的是梅花，我哪里像梅花啊？雨山跟其中几个人，包括 Doris， 对他们都是连在鬼牌区我都会很有印象的人，也看过他们过去的表演，所以觉得。换他们应该是蛮不错的选择。嗯，因为今天梅花是排名的第四名，所以必须淘汰两个人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好，对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还是得换。会被换掉的人选是慧宇，慧宇，童勋，他干什么？他干什么？好，那这两位要做一个替换，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？爱哭鬼先讲。其实我自己本来就觉得我自己的实力就是对没有他们那么好，但是就是还是很谢谢他们，你们要继续加油，然后不管在哪里就是要对，就是继续加油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，然后对，就是继续努力就对了。我不是很喜欢慧宇，他就算跳不好，但他真的很适合梅花团，很可爱。就是我刚来这边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节目叫 Dancing Diamond 52，但是我是一个纯粹的 vocal， 所以其实我很害怕，直到我进来了。这个团遇到大家，然后最后我想要送给我的团员们一首歌，Hello my friends， I wanna make you mine， 明明不想，明明还不明白，我才不懂你的不懂，女姐暗示你全是懂也不懂，谢谢，谢谢我的 friends， 谢谢。掌声给两位鼓励一下，请交换衣服。在哪里，在我心里他们都还是第一名，然后就是就算比赛结束了，
我们的那个梅花团的心都还是在。节目就是这样，比赛就是这样，来来去去啊。在那个机械少女之后，我不觉得我自己留会留很久，所以我先事先跟他们讲说，哪天我真的离开，或是任何一个你们很重要的人离开，你们都不要，就是不要失去你们现在这一股每次都想拿第一名的气势。很难选慧瑜的话，是因为她确实在肢体上面会比较拖累大家，对，所以就这没办法，就很直接的必须跟他说抱歉，就是得把他替换下来，让他再有更多的时间去精进自己。那童勋跟雨桐一直在思索，在思索，然后最后就还是选择了，就是可能得比较一下他们的光芒，可能雨桐的光芒又比童勋稍微再亮一点，对，所以就保留了雨桐，然后把童勋给换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，我是林格时代 DD World 首席导师。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，就能看到最新最独家的 DD World 影片哦。